房顶呢，整个把它给打掉。这边进入无人区了，喝杯咖啡。哟，那么多人，老师带着小孩骑自行车。带了这么多小孩，原来这是一个单行路。要把车停到在停车场。哎呀，我在前面掉头了。掉头了，第二次了。
之前来都是周末，没有意识到这是单行路。